起范冰冰，很多人都叫她范爷，因为她性格比较豪爽，她在圈内的好友众多，因此绯闻也比较多。然而谁能想到，范冰冰和谢霆锋的关系匪浅，两人的关系真的像是铁哥们一样了。有一次，谢霆锋参加快男，与范冰冰共同作为评委，而范冰冰居然直接坐在了谢霆锋的大腿上，搞得谢霆锋一时间很是尴尬。原来当选手陆豪在演唱中围绕范冰冰热舞时，谢霆锋便半开玩笑道，我认识他十几年都不敢调戏他，你居然敢调戏他。于是观众开始起哄，而范冰冰当即反击，起身走向谢霆锋说，谢霆锋说他认识我十几年不敢调戏我，那我就决定来调戏他。随后范冰冰干脆一屁股坐在了谢霆锋的大腿上，这让谢霆锋满脸羞涩的直呼，这样会传绯闻的。不过这番推辞被范冰冰当即打断，不会的，我们是兄妹。这让陶晶莹都忍不住大呼 Oh my god。 在娱乐圈，范冰冰一直都被各类绯闻缠身，这跟她自己有很大的关系，她是娱乐圈里公认的话题女王，随便在她身上就能扒出几个新闻，难怪媒体总是拿范冰冰来炒作。但是再好的关系